我俩擂插刀，情义和交情比天高，年如脚丫只为你笑，剑骨风流一剑飘，为知己且可抛，天天红颜胜白发，痴心却不老，问英雄何时难了，笑人生过眼烟月空呀，还是空千金一散尽，梦醒还是梦，将进酒醉我红尘休呀，几时休，沧海瞬间卷卷莫忧，一剑斩尽千古愁，笑人生过眼烟月空呀，还是空千金一散尽，梦醒还是梦，将进酒醉我红尘休呀，几时休，沧海瞬间卷卷莫忧，一剑斩尽千已经在染坊找到了寿材行掌柜的尸首，和我想的一样，他们不敢报官，只好把尸首埋在院里。哼，这会儿柳凤跟平常是都脱不了干系。再说平剑秋劫镖一案，如今已经是罪证确凿。哼，我要叫他们三个人一个都跑不了。你的意思是想报官，把他们抓进牢里去？怎么不可以？你错了，如果我们能先解决了平常父子，再让柳凤一个人常常孤独生活的滋味，那岂不是比让他们捉牢还要……带着我走不掉的，让他一个人走吧。天涯海角，只要不被官府碰到，记住，别再做错事了。快走，走啊！
快走。是要救。快走。快走，快走。他会回来的，他将来会回来的。你给到县公主，可以到天涯海角任何地方，千万不要到牢里去。孩子，快走！我说过，牢里牢外对我已无任何差别，我为什么要走？你怕拖累我是不是？可是你已经拖累我13年，你知不知道？好，我再也不会拖累你了。走！不会再拖累你了。建兄，你不能做傻事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我爹都已经陶醉自己，你还拦着我干什么？你放心，他没事。你看，说过没事吗？走吧，走吧。臭猫，这次你奈何不了我们。你们护得了他一时，护不了他一世。你们陷空岛五鼠要是有本事的话，就回到染坊，守他12个时辰。哼，既然你们官府那么没用，那就让我们五兄弟来保护他。我们就在染坊等你，看你怎么样抓的。好，大哥，咱们已经闹过一次东京，就不怕再玩一次。走，走。你们也太小看展某。办案的不是平剑秋，不是他。既然仅存之人证证实此案乃平剑秋所为，你如何下死段羽？李林指称平剑秋为杀人凶嫌之时，平剑秋毫无逃跑之意，反而一脸错愣，呆立当场。此其一。属下曾与平剑秋交过手，其武艺平平，如何以一人之力残杀数名镖师？此其二。平常中剑后，其伤口之剑法力道皆与死者不同。此其三。这些日子平剑秋一直待在染房之中，他如何知道镖行何处？此其四。因此属下敢于断言，杀人者并非平剑秋。既然如此，你又何须以杀人劫镖之罪名逮捕他？为了保护平常父子二人免遭人陷害。不过如今五鼠齐出，要保护平常父子二人当是绰绰有余，属下自可放心，全力追其凶手。盯好染坊，凶手若知其未袭灵物，当会再度出手。是。不好，平剑秋近日一直藏于染坊之中，若真是遭人陷害，那凶手何以知其会离开染坊，或欲往何处？否则怎会在平剑秋路过之时恰好发生劫镖案件？
有内奸？谁？咋胡扯呀？你怕人家不知道？大哥，你继续说。否则怎么会这么巧啊？不过照今天的情形看，柳凤对平章父子倒是至情至性，只可是平常却是杀他其父的凶手。至于风华，我今天去通行镇查了半天，没想到他就是尹忠义的原配。如果说是内奸，他们两个都有嫌疑。哎，我想可能是柳凤。你又知道了？你想嘛，这风华心眼好，不可能。柱子又是个二愣子，也不可能。这柳凤虽然跟着平常的后头跳下去了，那也许他是看到我们人多，总会有人救嘛。哎，三哥，你哪来那么多不可能啊？要凡事给你都料中了，那他们还怎么出来害人呢？那你倒告诉我是谁？哎，你这说的不是废话吗？我们要知道是谁，大伙还在这扯什么呀？切！这事本来就少了，这会儿呢还有功夫斗嘴啊。大哥，你昨天来的信上说杀死老鸨的人和霍家镖局的人有关。我一接到消息，知道老三中了奇毒，和老四就连夜赶来。前两天夜里经过通许镇春南园旁的巷子，正好看见有个蒙面的夜行人跳窗而出。我们也看到老鸨中镖，也看到你下楼。我想你既然到了通许镇，老三的伤应该没什么大问题，我和老四就去追那个夜行人。没想到那个家伙功夫极高，被他给溜了。大哥，你怎么确定他就是镖局的人？脚印。吴弟，这两天不是下了些雨，地上有些泥泞，我们就在夜行人失踪的附近寻找，没想到在镖局的墙上找到许多脚印。后来一打听啊，我们才知道霍家镖局当年就是尹忠义跟霍十三合资而开的。嗯，前日夜里我混入衙门，原本想打探一下当年尹忠义是如何而死，可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，镖局的镖师前来报官，说剑秋杀人劫镖，于是我就跟去瞧瞧。难道老鸨被杀和杀人劫镖有关？是霍十三。不可能，他当年曾经收留过剑秋做烫子手，如果要为尹忠玉报仇，他不需要拖到现在。咱们先从内奸查起，也许会比较快一点。不会是风华？哎呦，你又来了。这依我看，这平章和柳凤过去有一段情，不会是他。不过他们俩都还昏着，等他们醒来一问，不就明白了吗？爹，爹，把刘儿生命留死三年，也不会出了牢之后还不舍得把他丢掉。不疼，你不会记得我是什么不知事。如果你不爱我的话，你不会安心让我逃走，怕我拖累你，好可怕。爹，我错了。
小就爱哭，长这么大个人一点也没变。爹，我记得小的时候从来没有见你哭过，可是这阵子你也掉了不少眼泪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还以为这辈子再也听不到你叫我一声爹。爹，我已经13年没有喊您了。傻孩子，我以后有的是时间听你叫，我又不在牢里了。爹，怎么，展大人放我们回来？是白大哥救我们出来的。爹，你要相信我，人不是我杀的，我不是一个没有担当的人，在展昭面前承认，只是气你信不过我。只要人不是你杀的，展大人一定会查得出来。哎，对了，凤舞呢？怎么没有看见？他怎么了？他跟你一样去跳河了。啊，跳！救起来没有？救到了没有？救到了。他人呢？但今晚醒不了了，让我来照顾他好了。没关系，你先下去休息好了。好吧好吧。还发钱撞钟了。如果没有你，我跟官人还是恩爱的夫妻。如果没有你，官人就不会死于非命。如果没有你，我现在已经是为人之母。你为什么不去害别人，偏偏要进我们尹家呢？如今你什么都有了，而我注定要孤苦一辈子。
你知道吗？逢年过节，看到一家人团圆的时候，我最想的是谁？是你。我想着，念着，我念着今天的一切都是你给我的。我终于有这个机会。剪刀就可以杀了你，可是我不会杀你。我就这么杀了你，那岂不是太便宜了你？你究竟想做什么？我要毁了你这张脸！你这张脸就是祸害。为什么男人看到你就会神魂颠倒？为什么？你说为什么？风华，你处心积虑的来到染坊，为的就是要杀我。你何不干脆就杀了我算了？为什么要折磨我？柳凤，你现在是最幸福、最快乐的人。你跟他有情人，终于可以相守。而平常父子也能够团聚，你知道吗？只有在快乐人身上，痛苦才会更痛。你心疼了？啊！别杀了！啊！杀你！好了，尹夫人。怎么？告诉你，还会让你尝到更痛苦的。尹夫人，尹夫人，你放开！住手！你要干什么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？我也不知道。他们父子俩一进门就往我这边冲了过来，我……你胡说！你拿这把剪刀做什么？是要杀凤仪还是要杀我爹？尹夫人，我答应过你，只要你告诉我孩子的行踪，找到他以后任由你处置，别难为孩子跟凤姑娘。爹，你在胡说些什么？我是好意留下来照顾柳凤，谁知道他从睡梦中惊醒，就拿起剪刀要来刺我，我只是从他手中把剪刀夺了下来。你们一进门不分青红皂白，怎么就这么血口喷人呢？你还好干嘛呀？你们干嘛对他这么小心眼啊？他鸡盘交迫的时候，你们不是也帮了他一把吗？既然愿意留下来，那就表示什么事情都算了。你们这么说他，好像他要设计你们似的。这不是三哥，我想这应该是一场误会，我们先下去吧。先叫别下来去。大哥，走走走啊。哎呀，真是的。徐大哥，谢谢你，我想一个人静一静。哦，好好，请便请便。凤姑娘，你放心好了，
我不会让他伤害你的。你看他有多可怕，平大哥，我真的好担心，要是因为我伤害您父子。我明白，不要想这么多，休息吧，啊？不，我不会再像十八九岁的时候，等你给我一句话。人生该走的路，我都走过了。什么该舍，什么该去，我都很清楚。如今，我只希望我们能够在一块儿，死活都不重要。凤姑娘。认识二十年，前半辈子对我来说无足轻重，如今再见到你，要是我们能够相互扶持，走完下半辈子，也算是上天厚爱。要是不能的话，至少。也不孤独，是不是？照你这么说，如果不是风华提醒，你就不会前往东许镇。这女人是有问题，那不就坏了？这老三把谢红岛的令牌交到风云手上，要他真有坏心眼向他大哥要令牌，哈，那不是死绝了？怎么会嘛？你们为什么老是……这问题还不能不解决。四哥，你点子多，你想个办法。那有什么难？偷？废话，你知道风云人在哪吗？哎。那就干脆来个死不认账了。哎呀，那不是拆咱们五署的台吗？那令牌可是我交给他的。是啊，还不都是你，莽莽撞撞，人家两三句话一激，掏心掏肺全说出来了。干嘛呀？为什么就认定是他呢？这不是说好了问过柳凤和平常之后再说吗？三哥，爹，凤姨，我们是来谢谢各位侠士救命之恩啊。不客气，建秋的事就是咱们兄弟的事，坐会儿。谢谢。不瞒两位，我们正在推测最近发生在建秋身上的事与当年尹忠宇被杀有关。被杀有关，只是事隔多年。我来说，凤姨，你知道你爹当年救的人就是我，我自小就被卖入青楼，十八岁的时候认识了常跳过来卖的平老板，他一直很照顾我，后来我被尹忠宇强买了去，过了一段很长的非人生活。有一天，我实在承受不住，当我想要逃的时候，却被尹忠宇发现追了来。去哪儿啊？爹，我求你放了我。我吧，放了我吧。这不得一年吗？这恶霸又在打人
别走，别走，快走。是一样的，你就别再折磨我了。你不是连死都不怕，吃这一点苦算什么？啊？要走，可以。你死了，我就不留你。凤姑娘，苍老，没事了，凤姑娘，我把他打昏了，你快点走吧。为了救凤姑娘，长老，我们快走，尹家不会放过我们的，我们快走。啊！不能就这样走，不走了，喜娘怎么办？建秋怎么办？喜娘，建秋，我成亲了，有个儿子。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我明白，我明白，你气也是该澄清。你快走吧，这车布卖了之后可以过些日子。安顿喜娘跟建秋，快走！我看你走，我才放心。不，快点，走，走，走，他们，快走啊！平大哥会逃走，可是却没想到，他去投了案。
我想了一夜，我是为了救人失手而误杀，顶多三五年。若是逃跑了，我跟喜娘建秋就永无相见的日子，所以回家给了一些银票给喜娘，留为他们母子日后过日子所用，自动去投案。没想到判为终身苦役，在牢里受尽了折磨，直到包大人接管开封府。建秋，爹这么多年不见你，是因为犯了杀人重刑，不愿因此让你难以做人。况且你如果见到爹在牢里的模样，你会更难过的。若非展大人帮忙，你我父子是见不到面的。爹，什么人？莫非是官府的人？慢着，小心掉火地上。官府的人，我怀疑楼上的人有问题。他们已经怀疑你了，咱们上去看看。蒋平来了，快给我一剑。开封府干什么？有事相商，你我之间已经无话可谈。白兄，要找你的是包大人。据春满园的姑娘说，老鸨死的那一晚上，你是最后一个跟他在一起的人。人要是我杀的，我会带你去看。你用脑袋好不好？笨吗？这点展某还清楚。展某入宫门至今，对于缉拿办案之徒，向来不畏险阻。如今无论是老鸨命案，或者是平建秋杀人劫镖之事，张某若是当真怀疑你二人有嫌疑，你以为张某会如此轻易放过你？谁知道你安的是什么心？你就当我是陌生人，身子是自己的，你别跟自己过不去。要是我真对你有成见的话，你现在不吃饭，不正随我的意吗？找了好几条街，一个鬼影子也没看见。可不要着了同伙夜行人的道才好。八四，你确定昨夜的夜行人就是咱们在春满园盯上的人吗？没错，大哥。我查看了风华的伤口，跟在通许正案被杀的镖师是一模一样，而且此人的功夫极高，我连出手的机会都没有。这到底是谁？照理说，行凶的若是霍十三呢，他大可用别的方法来栽赃嫁祸，何必杀掉自己这么多的手下？依我看，
这一定是还有别的人在捣鬼。咱们怀疑了半天，要不是老四赶上，风华早就没命了。看什么？我又没说错。哎，你干什么？去哪儿也不说一声。昨天晚上你追的到底是谁呀？展昭，昨天我整个晚上都在开封府。怎么回事？哎，这什么东西？哟，嘿嘿，吴弟，这块玩意儿值不少钱吧？哎，四哥，你可别打这玩意儿主意啊，小心你的脑袋。这可是南方来的贡物。贡物失踪。京城包大人让我先将从平剑秋身上搜出的血丝送入上界林景院，没想到林景院的人说这血丝是硬品。不可能。因此包大人推测，血丝扔在平剑秋身上，此其一，或者是平剑秋遭人栽赃嫁祸，血丝还在真凶手上，此其二。我听李明回来说，平剑秋杀人劫镖是他亲眼所见。这孩子打从以前行动就莽撞，可是没想到如今还闯下如此大祸。我想血丝当还在他身上。赞大人，一事公务是有杀头死罪的，无论如何你一定要帮我追回。职责所在，詹某自会尽了。只是如今平剑秋仍在吴叔手中，只怕一番折腾，即使寻回了，也怕误了皇太后的圣诞之期，那就糟了。你在外面惹麻烦了，他为什么要杀你啊？我要是知道就好。你若是怕麻烦，我可以立刻就走。不，我只是想帮你忙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你可以常住在这啊。常住，好让你向我炫耀，如今你有多幸福。柳凤，你尽管笑，你的好日子不会太久。凤姑娘，凤姑娘。林大哥，他怎么样了？多歇一会就没事了。哎，如果不是我们，他也不会到今天这个地步。我们应该好好照顾他。嗯，我煮的东西我去拿给你吃。哼，假情假意。苍天可饶，海水可翻。爱到深处几多难，看我这一生峰回路转，为谁辛苦为谁忙，人间路短儿女情长，一路上有你嘘寒问暖，生生世世姻缘不断，做事尽费旧时光。当我初见你的模样，笑看贞洁牌坊，情愿用一生陪我闯，多少年来的风霜改变了模样，
欢的旧欢，该唱的旧唱，前世今生共徜徉。该欢的旧欢，该唱的旧唱，前世今生共徜徉。